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名倒数第二行，觉知庄严故，常善觉悟一切诸法。这一段是讲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菩提分啊，七觉知。七觉知一共有七条。第一条是念，第二条呢是责罚，第三条是精进，第四是喜，第五是清安，第六是定，第七是舍。从这些道品里面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说一个名相，比如说精进说念这个许多科目里头都有，名称相同啊，意思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平常读经，特别是讲经，一定要知道这个名相它是用在哪一个项目里头，一定要清楚才不会把它的意思搞错了。你比如七觉知里面的念这个四神足里头有念，五根五力里头都有念这个地方又有念这个名词在四科里面都相同，但是它的讲法意义完全不一样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很多，不能够不留意。七觉知的作用它的效果，那么经上在此地一句话给我们点醒善觉悟一切诸法不仅是要觉悟一切诸法，善觉通常呢我们把来用来对治我们的昏沉跟调举采用这个方法。修行人古今中外这两种可以说是通病各个人都有的一种呢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坐在那里甚至于站在那里他都打瞌睡我们常常遇到的讲经这个听众里面呢有打呼的，就是睡着打呼的打佛七当中也常常有这个，在止境的时候人在那就睡着了甚至还在站在那里进行的时候他也会走，可是他在打呼这是属于昏沉的现象，这是障碍这是很严重的烦恼。另外一种呢调举，调举是心里面的妄念太多平常不觉得好像没有妄念这要止静一静下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妄念所以有人告诉我我不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一打坐的时候妄念就那么多其实不打坐的时候妄念也是那么多，没有发觉没发觉，到你想静下来的时候你才发觉你妄念那么多那么要懂得了对治的方法那么通常我们也不说七觉知，七觉知说的太麻烦了，那真是对于佛法有相当欺辱那么会用这个
经典里面这些原理原则，在通常呢我们使用的方法啊，如果是妄念太多，一定要静下来啊，不要照顾妄念啊，越怕妄念多啊，那个妄念就越多，决定止不住。妄念起来用什么方法呢？不去理会它啊，把这个意志啊，像念佛，专注在佛号上啊，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通通不理会啊，念头转移啊，专注佛号，久而久之啊，妄念自然就少了。这是我们通常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很有效。如果是昏沉呢，轻的昏沉啊，不是很严重的惊醒啊，就绕佛啊，大家在止境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不妨害大众的时候，你可以起来绕佛，甚至于这个念佛堂不太大啊，没有地方让你绕佛，你可以起来到佛堂外面绕佛啊，对治的方法。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呢，这个昏沉呢，最好拜佛啊，那都拜佛的拜睡着了，那没法子了，是吧？那就很难办了，是吧？啊，所以一定要提起精神啊，那当然这个精神与自己的愿力有很大的关系啊，一定要发大愿，愿度众生啊，愿了生死，愿成佛道啊，凡是有成就的人，没有别的愿力啊，在那里推动他，所以他才能勇猛精进啊。即觉之头一条念觉知啊，那么这个小注里面注的是一般的讲法啊，这通途讲法在什么地方用这个讲法都行啊，都可以。在念觉知呢，是心沉实啊，这是心昏沉，提不起精神来啊，念用自尽喜以起之，这教给我们方法了。昏沉的时候用什么呢？用这法啊，像我们刚才讲，哎，选择精行，选择拜佛啊，选择止境啊，选择专注佛号，这就属于这法啊。你要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如果不知道用方法来对治，你的功夫就提不起来了啊。而方法呢，无量无边呐，啊，不是一个方法了。别人用的方法，我未必用得得力啊；我用的方法，别人也未必得力啊。方法一定要契机。不是欺大众的机，是欺我个人的机啊。那么这个根基与习气有关系，也就是说过去生中啊你所修学的这个法门啊，如果现在所修学的跟你过去所学的是一致的，哎，你就学得很舒服很顺利啊，接着再干。如果现在学的法门跟过去生中完全相违背的，就学得非常辛苦非常艰难，而不熟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啊，与过去生中这个修行有密切的关系啊。佛与菩萨阿罗汉们他们教化众生为什么容易呢？他能看得出你过去，所以东西非常契机啊，
知道你过去生中啊所修学的。啊，我们凡夫这些善友啊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要小心观察。啊，从经验当中啊去揣摩。啊，去观察。啊，然后再做实验。啊，你比如说经教。啊，我们的根性在大乘法里面这八个宗派当中，我们适合于修学哪个法门？啊，都与过去生中有密切关系啊。如果契合根性呢，哦，你这个法门学起来很容易，一帆风顺。如果与过去生中修的不相应呢，你学得很辛苦，不容易成就，容易退转。所以观机非常重要啊，可是自己也要帮助自己啊。初学的时候是可以多涉猎一些法门，但是了解，了解之后啊，我自己细心想想来选择啊。那么我以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最初这个接受的是方东美先生介绍我《华严经》啊，我读了这个清凉大师的疏钞，非常欢喜。但是不敢学，为什么呢？这经太大了啊，我受不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跟李炳南老居士，我一心一意想学《法华经》啊，我收集了十几种《法华经》的注解啊，我收集了十几种啊，带到这个台中啊。跟他老人家要求我想学法华经。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啊他开讲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经？我说过去我跟他学的。啊，这是没有出家之前。啊，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啊，十五个月，我跟他学了十三部小部经，啊，我头一部学的阿难问师父《鸡胸经》，我们那个时候的进度是一个月学一部，啊，标准呢是会讲，啊，上台能讲，啊，一个月学一部。啊，士气高旺啊，有成就感嘛，啊，一个月就会讲一部了，啊，所以学习的这个心，学习的这个气非常旺盛，啊，这个在一般佛学院学不到的，啊，所以我在那里学了十三部经，以后出家去教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部，佛学院三年毕业我才教六部，我十三部一半还没用到。那个地方效果非常之高啊，这个学习风气非常的浓厚。所以我就学了小部经呢，自己有了把握了，但是想学一部大部经哦，他的目的在这里啊，他那很好啊，现在我讲楞严经，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是相等的。他说你呀，就学楞严好了啊，跟着我学。免得我还要另外找时间来教你，啊，我也晓得他的时间非常宝贵，啊，所以我就听从他的教诲，把《法华经》放下，跟他学楞严。
那个楞严经手上呢，注解只有一种，圆音法师讲义。啊，所以为了要学楞严经，赶紧呢跟香港佛经流通处联系。啊，流通处是智开法师在负责。啊，我跟他们有见过面。啊，所以我称他做老法师。啊，写信给他，非常恭敬，求他帮助，给我收集楞严经的注解。啊，大概啊，不到半年，他给我找到20多种注解，哎呦，都是线装书，非常名贵的。智开法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啊，我出家的时候非常穷啊，没有钱啊，书买不起啊。啊，智开法师只要找到书先寄给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付给他。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在家居士护持，说法师啊，我们想供养一点。我说好，现在我买了几本书，多少钱？你赶快给我寄去，你这供养我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在台中啊，认真用了3年的功夫啊，跟李老师学了一年。啊，他老人家每一个星期讲一次，他星期3讲。那我呢，星期4复讲，就讲小座。啊，我们在台中这个经学班停了之后，经学班只办了2年，啊，培养了20多个学生，啊，大概有27、28个学生都能讲经，啊，个个都能讲经，啊，所以台湾的中北部，啊，台中联社建立了17个部教所，啊，这些学生呢就轮流在各个地方讲经，啊，这个对于台湾的佛教影响很大，啊，就这个班的2年成就这么多人，啊，那么班这个停办之后呢，我还有连我7个同学，我们7个同学的时候，我们不散，每一个星期我们自己在一起做3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有一个同学呢来复讲，所以这3年呢，他们把很慈悲，把时间全部给我。我复讲楞严经，所以李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了一遍。啊，我讲一遍呢，我6个同学听，这6个同学都是讲经的，都是内行的，啊，对我帮助很大。啊，我讲的有缺点、有毛病、有词不达意的地方，统统提出来帮助我修正。啊，所以求学无论事出世间法，要有师，要有友，单单有老师没有友很难成就。啊，老师是指路啊，同学是走路当中的帮助啊，好像我们旅行啊，结伴走啊，互相照顾啊，啊，所以友非常重要。啊，这四根有啊，这恩德都厚啊。啊，那我们7个人在一起呢，10年，10年如一日啊。啊，那是都是在家人，都有家庭，都有职业。啊，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星期4。啊，每个星期4我们聚会，啊，由我来复讲。啊，这6个同学来帮助我。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再就向老师请教。啊，自己能解决呢，就不必麻烦老师。啊，这个进步啊，很大了。啊，所以3年这一部楞严讲完，我在学讲经呢这个基础上真正奠定。啊，
以后再学其他的这些大部经呢，轻而易举。啊，《法华经》我没有学过，没有听过。啊，可是李老师讲过《法华经》，笔记在。你们看《红户小品》里头有，啊，笔记在。我拿到他那个笔记，我能讲《法华经》。啊，所以我曾经用了60个小时啊，讲《法华大义》，那个有录音带。啊，《华严经》呢，我到台中去听一卷，啊，第一卷，我听听他怎么讲法。第一卷听完之后，我就在台北讲《华严经》，那后头我都会了。所以诸位学教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诀窍。古人讲的“一经通啊，一切尽通”，这个话一点都不错。所以你要想有成就，决定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所谓是我们不敢讲开悟啊，开窍了，这个诀窍啊。你找到了，你懂得了，啊，所以任何经典到手上来都没有困难，啊，都不会有障碍，啊，充其量的时候在经文遇到困难的地方呢，参考古德的注解，那这一家注解看得不太理解，再找另外一家，啊，所以我收集的参考书很多。啊，那么现在这些参考书呢，都运到澳洲去了。啊，那么我收集的这个《大藏经》，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一共有10种。啊，现在这个十种跟《四库全书》这些呢，通通都运到澳洲。啊，那么要有能力读古书，所以我现在才要求住在澳洲的同学们。啊，你们很多都认识这个乌兹贝的，他们都去了，啊，他们那边在那里修学，比你们这边辛苦，啊，为什么我要求比你们这边的时候多？啊，因为他们跟我10几年，如果没有成就，对不起我，啊，这长时间跟我的，我要求他们现在每一个星期背2篇古文。一年当中要背100篇古文，要能背、能讲、能写。啊，为什么呢？这是《大藏经》《四库全书》的钥匙。你没有这把钥匙，《四库全书》没有门，你进不去啊！啊，书摆在里面，看不懂啊！啊，古书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你连句子都断不下来啊，啊，所以用1年的时间读古文，啊，这个古文我从《古文观止》里面选100篇，啊，请杨老师再教，啊，那么他们在外国英文非常重要，啊，所以我请悟灵法师跟一个刘居士，啊，从美国来的，啊，他们两个负责教英文。那边的功课135英文，246中文。啊，5年当中我规定的7门功课，加上这100篇古文，8样东西一定要完成。啊，所以拼命念书啊！啊，这几天为了纪念韩馆长往生4周年，山下打佛七。山上人打电话，他们都下去了。啊，我打个电话问悟道，是不是你们打佛七，这个佛堂里人手不够？他说人手够啊，人手够，为什么让山上这些人下山？悟道说不出话来，赶紧让他回去念书。啊，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放假，哪有这种道理啊？
读书要紧。啊，佛其实是个形式，真正报佛恩，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拿这个来报答韩馆长。啊，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实际的修为，这个才可以。啊，所以对法门之选择，关系我们这一生的成败。啊，那么这一条首先就在念觉之里面给我们提起来了。啊，心昏沉，你就用这法啊，精进喜啊，一切之。心浮时呢，浮就是钓鱼。啊，心不安，妄念太多，那怎么样呢？你用清安，用定，用舍，用这三个方法了，摄心啊，决令定慧均等啊，啊，一定要达到定慧均等，这是正常的。定多慧少就昏沉，慧多定少就钓鱼，啊，就胡思乱想。这个地方讲的定慧意思很浅，所以要晓得名词一样，说法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凡夫通通都有的，跟这个佛经里面那个戒定慧的定慧完全不一样，啊，他这个是完全在平常用功的时候，啊，摄心，啊，这个降伏昏沉的一种方法。所以应当要懂得，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